资深演员李兆基上个月因为肝癌病逝，终年69岁，呢日喺钻石山殡仪馆撤灵。现场有不少演艺界人士送上花牌致意，包括刘伟强、香港演艺人协会、刘青云、郭蔼明、骆逸人等。咁多年嚟都好少露面嘅基素邱孝贞，亦都喺华哥陈慎之嘅陪同之下接受传媒访问。心情系咪平复咗啦？系啊系啊。多谢咁多位关心。而基哥嘅生前好友徐锦江同罗家英都有一起去到灵堂送别基哥。因为我们一起拍戏的拍很久啊，他都是我们的经理人啊，些戏都是他跟着我们啦，但是他都很照顾我们。绝对照顾人，出印象嘅，好多嘢讲咯，大条道理咯，同埋人好好嘅，好有义气。咁你有冇探佢啊？喺医院嘅时候？冇探，一路都冇探佢，好多年了。上次见面系几时啊？都成3-4年前啦。阿徐大侠咧？我10多年，因为我翻咗内地。徐大侠好有心啊，佢咁仁先仔啊。是啊是啊，下午到的，我明天走了。嗯，挺开心的，跟基哥一起的时间，只是说这10多年没见了，他始终停留在我脑海里面的形象。我很怕面对现在。